一些享乐，或者说一些财宝，你会很执着，你会很想要更多等等，那这都是一种贪。那也由于这样的一种贪，这样的一种欲望，所以会造成你，哎，我是不是这个去这个偷一些东西，或者说骗人骗得一些东西等等，或者说甚至犯了邪淫各种的这些罪行。那你会知道这个贪它起念都在于你的心上，所以你都要特别的注意，起心动念上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有这样的贪心，这样的大的欲望。那么再来第二个是嗔心，嗔心指的是一种伤害他人的心。那么所以随时你有想要伤害某个人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对自己是不好，同样对那个人也是不好的，因此你要舍弃这样子伤害别人的心。那么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恶行呢，它是更根本的，可以说你的贪心跟你的嗔心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邪见。这个邪见它指的也就是啊，这个造恶没关系了，可以造一些恶行，这就是一种邪见。或者你觉得行善不需要吧，这也是一种 恶念，一种邪见哦，这是要注意的。所以这个简略来讲，可以说十种不善当中最根本的可以说就是邪见，由邪见慢慢就出现了各种的贪心嗔心，然后再来又衍生出来身体上的三种不善跟语言上的四种不善等等。所以这个随时你都要放在心上，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想，然后不断的去注意，也同时不断的发愿说，未来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绝对不要再这样子犯。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么多？重点就是不要落入到恶道，这是最根本的。不要在未来自己也好，他人也好，不要落入到恶道里面，地狱道，不要受各种这些冷热的痛苦，或者说落入到恶鬼道里面，受到这种饥渴的痛苦，或者畜生道里面这种愚痴的痛苦等等。那因此都得先从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止恶行善上去着手。那当然你可能会说，那好，未来我可以注意，但我过去实在造了太多的恶，该怎么办？这也是没错的，可能过去生或者说今生前辈子 我们造了非常多的这些，前半生造了非常多的各种这些罪业。那么其实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罪业当然没有任何的好处，但它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被清净的。罪业它是可以被透过忏悔，你的发怒忏悔而清净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虔诚的发怒忏悔，虔诚的说你不再造这样的恶业，那么这些罪业它也是可以忏除的。天天大天啦，当当年松都没结为他不得啦，年松都没结为咱们应把年终托理节六天托不给吃多了，开个个人先呐，给我叫少个个要的，给我叫星期天看的节来先呐，天天说节把蹦巴拉说吧，没给我叫的蹦巴拉搞个要的啦，没给我叫我的蹦巴天呀，那把你要的啦，他就当个。本来素节把傍晚烟，素马节把怎么烟吧？啊，素节把傍晚，他天天过个月嘞。开的这些呢，本来下面的不接，那那日口尿的呢，得了素节把傍晚给平安用个月的这些呢，用个月嘛嘞。开的这些呢，果然天天早嘛素节把用个月的啦。地前那得了平安药嘛的啦，俺俩说当不久就过了，后呢，苏姐把帮把得了平安药的呗，现在药嘞。地这趟个地你个那个苏嘛，这把了几把嘞地，云南呀，地个共同的那个药嘛的啦，共同的同胞呢也把人不吃呢，苏姐把个天津的附近专门有苏姐把帮个嘞啦，地前那得了给位平安药嘞。Teacher Nadipa Megawa Chubote, Niparta, Pange, Sombe Kumonton, Dembegone, Pantutna, Tinitela Getu Tombova, Setate, Dipa Megawa Chute, Pamba, Tonga Cogrio Arela, Tinitetu Cheparva singing the Candela Cogrio Aresena, Suchepa Pumba Tomba Yon Maze, Yenge Su Chapa, Dabotata, Yenge Su Chapa.他天天拿呢，让个给我找我耍把钱当，马金把两把碰把中不用，马金我已经碰把弄了，金把当完，对不对？他的马金把两把个多数对不对了？过个月嘞，天天这边萝卜两把碰把中不用，马金出什么东西不？出什么送完，对不对？他天天那。过个月嘞啦，他爹他不过呢，六月也什么就地方没给我交的，傍晚总得用嘛是，
所以这么做的这些目的最重要就是帮助我们不落入恶道，然而它不仅仅是不帮助帮助我们不要落入恶道而已哦，而且它也能够帮助你积聚许多的这些善福德的。那么当我们在谈到说断食恶的时候，大概有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仅仅是不这么做，但是你没有动机上，你没有一种誓言发誓说我以后都要断除这食恶哦，那么这是动机上的一种差别。举例来讲，譬如说一般的不杀生指的就譬如说一只猫睡在那边的时候，它也没有在杀任何的生命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会说它有断除这个杀生的恶业的功德吗？是没有的，因为它并没有一种这种我不杀生的这个动机在。换句话说，将来遇到了这个它的食物来的时候，或者说老鼠的时候，它又会想要去杀它，因缘到时候它又会要杀它，所以仅仅是不杀它还不是一种功德。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你要有一种心上的一种动机，我要断除这食恶，我不杀，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动机哦。那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坚定的动机的时候，未来因缘和合的时候，你就能够觉知到做到说我不杀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具备誓言的这种不杀不偷盗等等断除食恶来讲，它本身已经是很好了。但是还有一种更殊胜的断除食恶的一种殊胜的实善的行持是什么呢？是更积极的，你不仅是不杀生而已，而且你要去护生，你要去救护很多的生命。再来，你不仅仅是不偷盗而已，而且你尽量的去多做布施，看到哪里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你就去帮助他。那么同样不邪淫的积极面来讲，是你还积极的持守这种清净的戒律等等。这就是从一种殊胜的实善的行为，那都去做的话，那这是更加的好的，更大的福德的。他的地位穷个各种大不了啦，一定被用到不到啊。这当个地位穷个各种热点，云南人偏多钱不的呗，谁能偏多钱不的？听严嵩都懂呢，他的东方人啦，听来接不透呢，我让张九东等被门里人不接的，托把的单也不接重要的，让给老人托那样的，让你单东等不接重要的啦，赢了过嘛些那样赢了。
ते पांग मातो ना ने कब देखी तो ते ना यंग पेंगे यो अमारे ते थार तो दुंगल चरांगे ते मातो युंगे यो अमारे ला जून्सी टीचर ना कंजुंगे ते बापां कंजुंगे ते बापां वाटा ते ने पांग तुगे यो वारे वैसे ना थार तो लॉन्ग ला युंग तो आप जिते ना पांग तुगे यो वारे ते लंग गुप ते बापां सुंगे यो वारे ला Telang gupe demba sungri yuare, gupe demba te tuzi ki jo kare gugi yuare siena, lamje demba se tu tela ta te remji, remji long la tsene, tene gewa do, diba pang, tene ledo nye mo patenzo remji remji kyo, ta tende se ne korwa tongen sungri ne le tarwa je gugi yuare la, long la tsene gugi yuare la, teacher na lamje demba te, demba yela tene, Koro dunghal le tharwa chi chege yin samba te la ngin junga kanu chege yore la Tha ting korwa le thande ke lo che che guga yore Te chi ban renge kanu re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所谓的下士服务的，也就是世间正见的这样的重要性啊。那么当然你会想说，这个还是蛮小的一个动机，但是它本身已经具备很大的一个利益，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恶道。那么常常觉得说，能够不落入到恶道，它就已经代表着你今生这个暇满的人生，你至少没有浪费它了，至少你能有透过一些具备世间正见，未来不落入到恶道，这本身已经很棒了。那不仅是对于自己有利，而且对于他人来讲，也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启发，一种鼓励，对于他人止恶行善也会很有一种利益在的。那么所以为什么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具备了世间正见的时候，他千劫都不会落入到恶道。你可以看到，虽然他只是讲到自己的一个止恶行善，但本身已经具备了如此大的一个功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进一步来讲，就是到了中士夫的一个修持，那你在观念上又加了一个东西，叫做出离心。出离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生活中的时候，你会不管你是在乐的时候也好，或者在苦的时候也好，你都带有一种觉知，说这一切它都是无常的，我要从无论是快乐也好，痛苦当中也好，我都要处理出来。所以这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的苦地的道理，你是了解了。换句话说，生活当中你会知道有很多的苦苦，就是生活中各种的病痛啊，各种这些苦痛等等，那这是你要处理的。不仅是如此，你也更深刻了解到还有许多的坏苦。坏苦指的就是可能不是身体上那种明显的苦的状态，它反而是一种快乐的状态，但佛陀告诉我们那个也是一种苦，因为将来这个快乐它会没有，现在的快乐它只是短暂的。所以在那个当下，你也觉得说，我要从这个快乐中出离，有这样的一种出离心，你了解到这是坏苦。而且呢，更带着一种你会了解到整个这个世间来讲，它就是一个行苦。那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第三种苦，也就是一切你所经验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外在的这些一切的世间一切的事物也好，或者说一切你认识的不认识这些友情的生命也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无常的，它都是会坏灭的，它都是会变动的。所以你会要了解说，唯有真正的了解领悟到这些，并且从这种当中处理出来，才叫做真的是处理到这个轮回。所以你带着一种很深的要从这样的三种苦当中处理出来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中士夫要具备的处理心。那么佛陀接着告诉我们，你有可能出离这三种苦吗？有可能，但首先你先要认识到这三种苦它的成因是什么。所以佛陀讲完了苦之后，他再告诉我们它的成因，就是各种的我们叫做极地，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业力还有我们的烦恼。所以你会说，我会经验到这一切的苦是因为我的业力，但再深一层你去想，这些业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它是来自于你的烦恼，你过去的贪心嗔心愚痴我慢嫉妒等等，因为这些烦恼造成这些恶业，而因此造成这些苦果。所以你会知道，原来它的成因过程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说，要断除这些各种的苦，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断除这样的业，而为了断除这样的业，你要消除这样的烦恼。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所以你就算生活中你再经验到快乐的状态，可能没有很痛苦，生活也是很快乐的状态，但那时候你也带着一种这也是一种苦，
我也要从这个当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一种出离心。那么接着佛陀再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你是真的有可能一个人达成说从这样的这种三种苦当中解脱出来，从烦恼业力中解脱出来吗？有可能的。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那个结果就叫做灭谛。那么灭谛指的就是你消除了这一切的业力跟这一切的烦恼。接着佛陀再告诉我们，那方法是什么？就是道地。所以道地就是各种的修持的次第的这些步骤，譬如说刚刚谈到你要止恶行善，还有透过各种的实修，你断除你的烦恼，对治你的执着等等，你精进的努力的一步一步的修持，最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灭谛的这样的一种果位。所以这一大段在讲的就是你在世间正见上又再加了一种出离心的一种观念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到了中士夫的这种动机了。中士夫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具备着佛陀四谛的法门的这样的观念，你有，你了解，同时你希望能够出离轮回。你打铁打不个啊，你你你们连铁都不个打不拉开的哥哥有话的些呢，那种哥我不啊送给我的。다들농중공부가된아랑솔고그래서농중공부가된데나주년슬랭토그래서베르나아랑솔그냥고르고공부가숨겨와라라대가래르세나졸라타지게메겐공부대긴더다니지게나공부대니트놈지게나이공부로뇽지지제공부리자뇽지지류지공부대공부가대여나他比阿拉来当下我看一那有肉头吧，比没那马上呢，天天来当下我看一那有肉没得办的我他天天用个药来啦，天啦来接我们不啊送个药来啦，他爹他不跟人口味个去个我们都写吧的，他农村娘个人代表我们都写呢，农村个我们不啊送个药来啦，农村个我们不啊的，他跟人口味去了我们不啊的从古本样的啦。那当不去年龄时，不告诉人，农村工不阿的唱歌要的，家里的些那爹爸、舅舅、爹爸、丁婶，吃了点那不阿送要的啦。当不家里哥哥的些那爹爸哥哥要的，去了一起当爹爸要那，去年是领土吧用个要的，去了爹爸当一起没那，去年是领土吧用个要买的啦，就是提前那。준생이야보제히바체네대파동무구야보제제구요아래대체제대파동무구야보제제나테네온보니바테용구요아래라온보니바가래용구요아래세나대파동무구바테야보제요나전주용구래대파동무바야보제면나전주도용구마래나송온보니바테용구마래다테라메테라대파동전주니요나가래용구래세나다나랑저거就用到把这娘子连狗上边个天黑的，也不这用个药来啦。第八种针对你啦，等你第八节话当，等你第八的当，他第八不第八种针对同第八种的，也把啦等你定眼针是先的第八用过来，先的给回去了，过了第八种第八没给我帮不给他了，过了第八个定眼针的用过来啦，定眼针的同那把一包的等那。Tene nelu cheta wajin to tope hira te yungu yore Tiche na tinga bote la nonzungo umbo nga sungu yore la Nonzungo umbo nga te yang tapa chai ngaranga jela ten top na Tela ten ne tene tarba tong tongchin chenpe kongpong togu yore Korwa tong nyansungo dungal ne tarba yungu yore。那么我们要如何实际的去做这样中士夫的一个修持呢？那我们就要具备五种清净的根啊，五根，五种清净的根。那么就像你谈到五根的时候，我们一般谈的眼耳鼻舌身，这也是五根五种这种叫器官五根。但这五根的它有一个名称叫做世间的或者说不净的这种轮回的这种五根。那它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完成很多世间的各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眼睛，你要有耳朵，要有嘴巴鼻子等等，你才有可能很好的经验到世间的一些事情，那你也才能够完成世间的事情。同样，如果你的想要完成达成的是解脱的话，那你也就要具备五种清净的根哦。那这种五种清净的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精进，
第三个是正念，第四个是禅定，第五个是智慧，也叫信、静、念、定、慧这五个。那第一个，你具备信心，指的是你对佛法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才会想要去修持它。同样，你不具备信心，你就会觉得不想这么去做。那么有了信心，它很重要，因为就会促成你的第二种精进的根，也就是你会精进。那么你有了信心，你就会随时提醒自己，我应该多修一些，我应该多做一些。那么你有了信心，有了精进之后，那么第三个，你就会有一种觉知，一种正念，你随时都会保持着告诉自己要有信心，要努力去修持。那么有了这三个，你就会具备第四个，就会禅定。所以一个有信心，然后有精进，又有正念觉知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心是很坚定的，他很清楚知道，他也能够控制到自己，我要去止恶，我要去行善。那当他这前四个都具备的时候，那最终第五个，他的智慧就会升起。这样的一个行者，他就很能够具有一种能够看透事物的实相的，看清事物的真实面貌的这样的一种智慧，他就能够具备。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想要解脱的，或者说你能够想要最终证得遍智佛的果位的人来讲，就一定要具备这样的清净的五根。他这个各种巴巴各种泥巴眼睛各种人了，他得接受了几乎全部的各种各种都行了，从去上去各种东西把各个有的从去上去各种的看着接了各个有的行了，他当他接当个俺让出熟悉接我同情接到做这个有的了，到做我们这把烟做这个把这些得几种电骨给我的了，得说得几种电把用骨给我的行了，烟神经同情得几种电把这别搞了这个有把这一趟东汉东朝古个有阿热了，东汉说东汉东朝古个有阿热些呢，因神经东西东汉来朝把这别搞了些阿热了，用心提起来呢，天天的上班东年节东送去神经，各种东单不过呢，单不去娘子两把得了，几乎全部个各种些，他的几乎全部个各种七八斤了过个有阿热。那么这个就是谈到第二种动机，叫做中士夫，或者说具备一种出离心，它的意思。再来更殊胜的，可以说就是最后一个，叫做上士夫，也就是所谓的大乘行者，他随时要具备的一种观念，一个动机，也就是菩提心。那么相对于一般人来讲，大乘的人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他不会以自己为主，他总是想的是说，这个要得到快乐，是谁最先要得到快乐？是其他人，是要消除痛苦，是谁最先要消除痛苦？是也是其他人。他永远是想到的是他人，他的我执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所以他随时他都带着这样一种利他的，希望他人离苦得乐的这样一种慈心也好，悲心也好，或者说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究竟的佛的果位的这样的菩提心也好，他具备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乘的行者，他具有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他第一集是了，俺让他说话多接特别去年那些别告诉了，他做我看的各个有的些，那新年都广东广各个有的了，你这样天天谈到开的有阿来些呐，那他谈到你搞个天天日本军个吃了当，啊天天他都做工我都做不个吃了当，啊你搞今年当把这些个给吃了，做东土木个我都能把你些送好多些提拔了送给有阿来了，做工我都个我都些呐，他都上级就工棚托把人心生钱东西上级就工棚了，给把了过个有阿来。天天你搞个工作些呐，天天他当的啊，土木工工作些对对啦，他当的车辆活动、内面活动、农村片活动，说不给些多啦。去年零些那样，忙里把油啊忙里，他得跟主任不接弄把送东，早晚送了，叫送着行，说了我倒给油啊了啦。天天提前那点了，忙里把油啊忙里，天天太阳年零看的辛苦给油啊这些呐，他当的。那个年松跟年松马东兴，都要逃避情况了，接都不给接到了，送去二宝买了，说了我大把当，江巴东新街东送去就三街了，接回给接到了，爸爸进来在了，说了我大把当，天天打电话的，那个个经营东把这些给接到了，天天咕噜噜不接了，说了我大把当，
你几百千把几都交住了，说吧，来交不给钱多了，几千多嘛了，说吧，大把了，说吧，他天天给你们那些，天天说说给你们打，天天说说给各地俺们说个，等着弄过来又要把干呐，天天就当个我们的先生，等着弄过来又要把的俺们村家个骂的，家个骂的的，也那样。Naranzo, Chuburga making Jargay or Revision, Jargay or Mare de Yenayon Kunombe, Yehi Gengi, Naranzo Lantel to Yopatar, the Chenge or Rella, Tinning Naranzo Tete to Sorvata, Naranzo Dangenam Kala Yuya Bagona, Dangenam Kala Yuya Batan Chikbata Bote Rella, Tisha Nasorvata, Nalam Jal, Nimbo Da, Tatin de Sena, Tatela Tene, Pento Chimbo Yungu or Re。那么在接着谈到的是密乘来讲，一个行者他要具备的观念或者说修持是什么呢？那么密乘的话是在之前三个基础之上，他接着就进入到止跟观的实修了。那么同时他在密乘来讲会帮助你要得到成就，而这里的成就它包含了叫共同的成就，再一种叫殊胜的成就，有这两种。那共同的成就来讲，指的也就是暂时的帮助你能够消除一些障碍啊，消除一些病痛等等的这种修持的方法，它叫做共同的成就的法门，帮助你达到这种共同暂时的一种成就。那么第二种叫殊胜的成就的一些法门，它透过这样的修持帮助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最终能够成就圆满佛的果位哦。所以首先谈到是一种共同的成就的修持来讲，那首先你要向三宝三根本祈请，那么同时接着有一些各自的本尊的一些观修，譬如说你要能够不落入到恶道，能够往生到净土，所以你可以修持阿弥陀佛的法门，或者如果你要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升起菩提心，你就可以观修观音菩萨。如果你想要消除障碍，可以修持莲师。如果你想要消除各种我们叫八种十六种恐惧不安各种灾难，那就是你可以修持度母等等。那么什么叫做修持这些本尊，你就是你会念诵他们的仪轨，或者持诵他们的心咒，或者观想这些本尊也可以的。那么当然我们会说，哎，我肉眼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本尊，的确，但是我们的肉眼虽然看不见这些佛菩萨跟本尊，但是佛菩萨的智慧之眼还有他们的慈悲是随时都在眷顾着我们的，而且都很清晰的能够看得到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说在修持本尊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观想这些佛菩萨真的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同样他们也真的就在那边，因为他们的智慧跟慈悲真的就在眷顾着我们，然后你去修持他，然后去观修他的咒语，或者说观修他的形象，这样就会有很大的利益。他这个我让个军队的去把人了，军队的去都得了，这份账我得开了一个月的钱呢，现在被个军队这娘子领头把这个月的了，他的去了古曼的我这一个月的去了古曼去都得了，他也我让他开了那个月的钱呢，这是没人就把没人那个月的没了天呢，他我让他那些东西经营中拍起戏为个兄弟们让他听的写给我的啦，你这能被个跌打的跟我们不知道他把他们不过你跌起你们那头那边偏头全部用给我的啦，你就是提前能让个提前给告诉了给过去你你他的一个告诉这能把他让你申请通知了偏被给钱的让你申请通知你就动了投入给钱的让你申请通知经营中拍起投入给钱的啦，你民众查了车间电个烟现在开了车现在也不用过来他的给我们的不用过来什么他听的听从了你这些都接那边给你输给开了车个烟民众车间电个烟现在喇叭叫他听的那路去修的。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些佛法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我最主要希望的是透过这样一种讲解哦，能够让你希望达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觉得说，那我真的要好好的修持，
那好好要具备这些观念，无论是刚刚谈到下师父、中师父跟上师父的观念，至少我要具备一点这样的政治正见跟观念，希望能够对各位起到一种我要修持的这样的一种鼓励的作用。那么尤其既然我们这几天的是这样一个药师佛修持药师佛这样甘露丸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法会，重点我们的心我们的目的